大家好，我是店长阿伟，今天来到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举手投足都要非常的小心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我就会倾家荡产。那在欢迎这位前辈之前呢，观众任务也要麻烦各位帮我完成一下。这位前辈呢，他的收藏每一颗都是藏家等级的，任何一颗摆在我家都是 C 位中的 C 位，不止植物，它的盆器也是非常的不得了，每一颗盆器都是出自大师之手，或者是名牌盆器。让我们欢迎这位前辈，新人怪物，块根植物的顶级收藏家，还有让大家都羡慕的那个男人，志豪哥。阿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阿伟谬赞了，阿伟也很辛苦啊，从桃园到我这边来，不会，很欢迎阿伟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的时间是1:18，那温度刚刚看是45度，那因为在我手上在阴凉处，所以现在降到38.6度，真的很热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没办法待太久的时间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等一下休息下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换个位置，很荣幸可以访问到志豪哥。哇，您的收藏真的都是不得了，很多都是我只能看照片啊，或者是一些影片，然后今天一来到这里都看到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些惊人的收藏，哥你应该收集了好几年吧？我在这边澄清一下哦，很多挚友都称呼我为前辈，是哦，其实我去年的5月才开始入坑的，所以到现在才破冬在几个月而已，哇，一年多一点点。对，其实很短的时间。这就是我称哥为新人怪物的原因了，就是他短短的一年多就已经有这些收藏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买植物嘛，不光是口袋要深，就是你也要选到那个你喜欢的那个型，对，也要有缘分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说哥，你养植物的环境都是在你的室内吗？还是有室外区呢？我都养在顶楼，就是铁皮盖起来的，但是因为光线不足，现在是把它全部用透明的层罩。哦，所以刚开场的时候真的非常热，半开放的空间。好，那哥的收藏我会放在影片后面，对，然后可以再慢慢的观赏。一样，我准备5个问题，想要请哥帮我回答一下。其实从去年的5月开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能待在家里，是连大门都出不去。对，那所以我老婆在网路上买了第一颗的块根植物，就是山乌龟。山乌龟。所以正确来说，应该是我老婆推我入坑。蛮特别的，老婆推你。对，那慢慢就会开始搜寻 FB 的网站，是最常逛的就是块根交流区，哎，版主是赖上，是。对，那吴大，哎，算是我的第一个推坑的一个助手。对，那不能讲他的名字，就是大概是吴正差，对，吴差林啊，对，就是他，对，他是大家的幕后推手。每天po，而且po的都是哦，他养的又露养啦，对，环境又好啦，对，所以他养的都非常非常漂亮。那很多品种都是看他的分享的照片，然后再去慢慢收集的。嗯，对啊，但是收集品种之外，慢慢又遇到一些坏朋友。嗯，对，嗯，那大概就是曾老师，曾老师算是我的一个坏朋友。对，他大概他不是收藏的品种而已，嗯，他会选形态。形态啊，对，这就更难，因为形态不是每一颗都可以遇到的。对对，啊，所以就慢慢被他影响，是到现在，很多坏朋友。当然会有的。那其实我还蛮喜欢玩原产出的，嗯，你就看它从没有根，或是说一根木材，对，然后你也不晓它是死是活，对，就是尝试让它去发根，然后发叶，要到整个是那个非常的旺盛。
你讲的是成功了。对，这一定会的。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那就去买了象牙弓跟四方菱皮玉。对，那都是还蛮大颗的，是原产珠。新手嘛，一定是控制不住的。手痒水，是，对啊，所以就发不起来，就整个烂掉。哦，您是买无根的？对。哦，通常我们刚入坑都会买稳根啊，或者是有根的。您是直接进入无根的？对。然后再来就是真蓝的那一颗也是，它是十生根，是非常稳的。对啊，因为我的没注意，所以它整个根是闷到烂掉。对，现在还在急救中。应该是机会不大。第三个问题应该也是观众非常想了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谈钱就伤感情，是，对。所以我们大家的过程都差不多啦，我们大概就是从三乌龟可能200块，对，然后又看了其他的比较上千块的东西，对啊，然后你买几百块的时候你就会想说，我怎么会花上千块的东西去买植物？对。但你慢慢习惯之后，你开始买上千块的植物，那你就会想说，我怎么买几千块的植物，我怎么会买3万块的植物？是。对啊，其实都会的。嗯。如果你觉得你不会的话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是时间还没到。有的人是花了几个月，有的人花了1年多，有的人花3年、5年到10年，一定会的。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对，杨老师，那个相主在等你。退坑，退坑。干嘛叫我的名字？啊，自豪，自豪，自豪的收藏。最自豪的收藏，如果说一颗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一颗。哦，相主期，现在已经到了你的主场，为什么不给我看他本人呢？因为我怕拿出来。赖闪会说拿来哦，搬走又要被搬走。对，那他手臂是我们2倍粗啊。对啊，我们没办法。希望改天可以见识到他的2倍粗的手臂。好，开玩笑的。本尊在这边。哇，象主应该大家看过很多，但是他不是人工的，是，对，他是天然的，是，然后他又做一个打叉的造型。难得就难得在它是天然的，是，对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哥哥，形态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是打叉的，那这个也都是天然的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小手，这边也刚好一个小手，对应到，对，这很难得，真的难得，所以这对是还蛮特别，然后它哥哥的这边，转过来感觉又不一样，对，那小的是。一个交叉的，对，那交叉的象主也比较难得啦，因为首先它是要双头的，对，然后它要长到某一个时间点，它又变成交叉的，然后要长到这么粗，真的是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对，听说弟弟比哥哥贵了，对，哇，因为小的要长这样更难得。是很厉害的收藏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对，我会推荐给阿伟的。第一个是那个正白皮墨药。对，现在价格真的降很多，然后挑选你自己喜欢的形态。是，那最好是选那个有发根。有发根。对，还有粗叶的，比较保险。是。然后第二个大概就是关公玉。关公玉。对，关公玉十升的大概在10万元。是有机会的，是，对，或是原产出的小哥的，对，好，不错，感谢哥给我访问。那一样，我有准备小礼物，就是野火盆。我知道哥你比较常收集一些树形的，所以说我故意挑一个比较深的盆，希望您会喜欢。我阿伟眼光真的很好，这不仅造型漂亮，它的材质我刚看了一下是非常棒的。是，我也准备了。礼物给阿伟，台中的太阳饼，还有一盆植物。哇，对，谢谢，不要太高兴，给你拿一下。我这个我要回家了。台中的太阳饼。哇，谢谢。
台中名产。另外就是，哇，樱花大吉。我来访问都是来这边赚植物的。对，这个盆也是日本盆，可是忘记作者是谁了。这很漂亮，谢谢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对，然后像哥很常在快跟交流去做一些发文啊，或是一些他自己的植物的照片。那如果对志豪哥的植物有兴趣的话，还是可以去这个社团搜寻一下。拜拜。